你好，上门维修的。哎，你好，是修水管的是吧？啊，对。那个，给你关一门。哎，那个怎么换人啦？不是上回的人了？啊，上回那小伙不干了。啊啊啊！我穿这鞋行不？啊，行，你穿吧。啊。哎呦我去，你家挺干净啊。那个哪儿坏了？那个你啊，那个是我卫生间的那个浴霸，然后这个。就是花洒它不出水了，你看一下，就这个花洒呗。啊，对，拧开关不出水了。行，我看一眼啊。我自己整就行了。啊，没事，我在这儿帮你看看呗。啊，行，那我先看看咋回事吧。就这个，它有时候不出水呗。嗯，对。我看一下啊。啊，应该是小毛病。你这么快就看出来了，这么厉害呀？他这个要不他就他有可能这里边堵那个堵了，要不就是说他这个花洒整个就是直接坏掉了。那咋整啊？你要不我先给他拧开，我给他看一下他这个里边内部结构，看有没有啥问题啥的。嗯，也行，那我帮你拧吧。啊，那也行，你拧吧。哎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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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知道这个咋整，这实在不好意思。哎呦我去了，那我这得去换个衣服呀，要不然那个我该感冒了。行，那你先换去吧。啊，行，我先去换个衣服。行，那我先给这整呗。嗯，好。行，好嘞。姐，你家还养小狗呢？啊，对呀，那个完事儿了是吧？啊，对，那个姐，你试试看好使不？啊，行，我试一下。啊，行，好使了。好使了是不？嗯，行，那谢谢啊，没事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啊，那个你等一下。啊，这样吧，我加你一个那个联系方式，然后之后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我再联系你。啊。那也行，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行，你扫这个吧。嗯，嗯，行，过去了啊，然后我就把那个费用一起给你结过去。啊，行，那也行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好。行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那个，你等一下。啊，那个水给你拿着吧，挺辛苦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姐，你我也不渴，你留着吧。拿着吧。行，谢谢啊，姐。嗯，行，那我。如果我走了，那个如果以后你要有啥问题的话，你就直接联系我就行。行，那以后这边都是你负责了呗。啊，对，都我负责了。行。行，那我先撤了啊。好，你注意安全啊，拜拜。行，拜拜。拜拜。